佤族木古舞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项目分布于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延帅镇建设村、延炳村、延帅大寨、丹甲乡安野村、户额寨、嘎多村、诺良乡帕丘村、南萨村、蒙来乡丁来村、蒙角乡立新村、翁丁村、班洪乡班洪大寨等地域。其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陈改宝。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、文化灿烂的民族，自称为佤、阿佤、不饶。临沧市佤族主要分布于沧源佤族自治县、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、双江自治县、永德县、镇康县也都有佤族分布。沧源佤族自治县共有佤族14万人，占全国佤族人口的35%，是中国佤文化的荟萃之地。佤族木古舞的产生与原始的生殖崇拜有直接关系。传说佤族有一个部落王，娶了9位年轻漂亮的妻子，婚后多年妻子们都不能生育，佤王十分苦恼，为了传宗接代，天天进行祈祷，让天神赐给子女。佤王的虔诚打动了天神，他给佤王托了一个梦，指点佤王必须用化桃树凿制成象征女性生殖器的木鼓，再用象征男性生殖器的鼓棒敲打祈祷，才能让妻子们怀孕。佤族信仰万物有灵，佤王十分虔诚地按天神的指点制作了木鼓和鼓棒，便手执木棒在木鼓上进行敲打，9个妻子在木鼓前跳舞共同祈祷。第二年，9位妻子都怀孕生了儿子。从此，佤族把象征男性的寨庄立在寨子中心，以代表权威；把象征女性的木鼓供在木鼓房，以代表慈爱。祭木鼓、跳木鼓舞，就是祈求人丁兴旺、驱病消灾。佤族木古舞源于拉木古活动，拉木古实际是拉古木，一年举行一次，每年农历2月举行，每次历时15天，以村寨为单位进行，届时全寨村民身着节日盛装，都上山去拉木古树，在手持红毛树叶的摩巴巫师领唱指挥下，男男女女数百人分别拉着4根藤索，边拉边舞，边唱边吼，声势浩大，威武壮观。